接下去最后一个单元要帮同学介绍的是 it 的运用，这是用在加强的句型的。这个句型是这样子：it is 跟 let 子句中间可以放你要加强的部分。我们可以加强名词、加强时间、地方的片语，甚至于加强时间跟原因的子句，就放在It is let 的中间，那加强部分移到这里来，剩下部分就写在 let 的后面。这个在写作上、翻译上都是一个高档的句型。我们现在来运用一下，看第一题，依我自见是固定的写法，它是用 in my opinion，或者是用 to my mind。好，后半段要出现加强句型了，我们要加强。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先把句型套用进去。It is，这是加强的部分。Not，我们的财富，是 our wealth。而是就是 but，our，因为这边加强的是名词，所以老师用小括弧好了。our，我们的人品，character，character。人品是可数的，S，这边就是小括弧了。好了，后面就是 let 子句。这剩下的是什么？使我们受人尊敬。好，使我们受人尊敬。真正使我们受人尊敬，受我们尊敬，英文就是 make us respected。真正的前面要修饰 make 使得，我们用副词 let truly make us respected。这个 make 这里的 let 子句就是关系子句，修饰前面的我们的人品。人品是复数，所以后面动词要用复数来跟它对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复数的配合概念，容易疏忽掉。我们是被尊敬的，所以要用被动，使我们被尊敬。再看第二题，当你心情不好时，好，这边就要强调换子句。那我们把句型套上去，it is，中间就是要加强换的子句，把换子句写到这边来。When 你心情不好时，you are in a bad mood。或者是感到沮丧，you feel depressed，depressed。好了，这是前半句的。这个心情不好跟感到沮丧呢是相关联的，所以这个连接词 oh 在这边衔接，那不要逗点。但是加句我们要逗点，是因为这一句跟这一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我们要逗点，这是不同的概念，逗点要分开啊。And need 需要人，这个人我们可以写 someone，某人，to comfort 安慰就是 comfort you。好，这个就是我们加强的部分，下去就把 let 剩下的写出来。好了，前面就是 it is，后面就是 let，把剩下的写出来，你就会了解家人跟朋友的重要性。You will understand 重要性是 the importance 名词，谁 of family and friends 重要性，对谁重要最好补上去，片语 to you，这样就非常的完整。好了，这是加强换子句的，前面是加强 not but 的对称结构，都是很高档的一个写作的句型。最后我们看第三题，因为下大雨，那么要强调的是 because of 加名词，表时间、表这个原因的片语。我们把句型套进去吧。昨天
这是过去了，所以呢，它应该是用过去式了 ，it was。好，加强的写到这边，片语 ，because of 的 heavy v y rain rain 这个就加强的啦，加去，剩下的写出来 let。我们昨天没有去慢跑，而去体育馆打球。那里是指体育馆，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是会哦，会哦，你修饰体育馆，你就要跟体育馆要放在附近，不能离开太远。这是一个关系子句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没有去怎样，而去怎样。同学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句型，很棒的句型，有没有？没有怎样，反而怎样？好了，老师写给同学看一看，这个是用 instead of。去慢跑，我们可以用 going out for a jog。我们用逗点就表示说，这个 instead of going out for a jog 就变成一个插入的副词片语。那 let 的句子是要接到这里来，好 ，let 这边要接过来。我们这个好了，这里有一个昨天哦，好，再给它补上去吧。昨天是 yesterday， 后面句子接过来是我们去打球 ，we went to a gym。a gym 是要先去打球 ，we went to play。Balls at a gym. Gym 就是 gymnasium， 这个是体育馆的一个缩写 ，gym。好了，到这边逗点了。然后那里就是讲体育馆，关系子句出现，我们用大括弧 ，where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过去式 ，we met some friends。OK。这个就是第三题的一个强调表原因的副词片语。那么这里又插入一个副词片语 instead of， 所以 let 句子接过来是在从这边开始接。好，体育馆又加上一个关系副词来补充说明，在体育馆如何我们遇到一些朋友，这种算是很高难度的翻译了，好，而且时间要用过去式。好了，老师检查了一下答案，这个地方有打错，慢跑是用 jog， 另外在上面那个单元也是有一个地方是打错的，好，这个是时间，原本是 time 且改过来 time， 这个才是正确的。好，这个就是英文句型翻译50个，老师都一一很详细的介绍了。